没吃早饭，你替什么牙呀？喝喝好。你这人真太奇怪了，我跟你说。干嘛呢？一大早就那么脾气。不是说好了今年生日去你家过的吗？你怎么又搞到酒店来了？惊喜派对呀。什么惊喜派对呀？你要让我去一次你家才是惊喜呢。你家里是不是藏了什么东西呀？没藏什么呀。 两个小花篮摆在这旁边，小花架放左边。主管，还有宾客的座位需要新娘确认。新娘去哪儿了？找乐啊，找小乐啊。没被发现吧？ 好些。
出现了，好，坐下。嗯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每次都跟被捉奸一样，怪不得说跟你闪婚，你妈答应这么利索。有这婚，你永远嫁不出去。我相信今天在场的每个来宾都会由衷的祝福这对新人，应该没人反对。 你知道 在哪儿吗？闺女，放学了。嗨 ，Angela， 你看没看见姐姐呀？嗨，姐姐看见了，好想姐姐哟。姐姐刚放学吗？对呀，宝贝，你乖不乖呀？姐姐可想你了。哦，我很乖的。哦，我更想你。我想的都等不及你暑假回来陪我玩了。等姐姐回来，把你带回美国好不好？ 这样我们就不用隔着打鱼，阳电话了吗？可是，你妈妈那个男朋友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？如果他趁你不在家把我骂完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要是敢我弄死他！好闺女。哎，你是不想让我带猫走还是怎么的呀？怎么可能呢？烦死我了，我恨不得现在你就把他带走。你说你要去了美国呀？ 哪能吃到这么好的亲爹料理呀？罐头，哎呀，那是过年吃的，老美抠着呢，哪像我似的，像亲爹一样，给你成箱买。嗯。
我没吃小灶吧？没做什么小灶啊！啊，人家找人家去，人家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啊！不是人家不要我，是我。 看，这次收购完成，益州内股价会上涨20%。相信我，这种交易模式是惯用的伎俩，骗金主入局套现而已。没错，资本圈套的诱饵，那股价之后肯定跌得一塌糊涂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放心吧。Surprise！你怎么找到的？ 你干什么呀你？开门。每次一说来你家，不是地板坏了，就是漏水了，要么就是阳台要修，我都替你憋不下去了。再这么下去，你这房子是不是就得来例假了呀？房子不是挺好的吗？ 干嘛不让我来啊？您这不来了吗？你怎么一头的汗呀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你这么多疑干嘛？我多疑吗？我就算多疑又怎么了？ 谁知道你在家里是不是白白胖胖又养了一个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，亲爱的，等我，听我说，那个，我去，来来来来，没事，等等。 那个，那个什么，这是小叮当，小叮当，你妹啊！这是条猪，它是我养的宠物。这他妈是宠物！叮当，叮当，别怕，它不会伤害你。它在里面，你快走走！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它越追，你死吧你！别下去，小叮当。 别过来啊！别过来啊！哎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别这样！哎哎哎，小叮当，哎，听话，乖啊！怎么今天这么兴奋啊？没吓到你吧？ 吓到姐姐了？谁他妈是他姐姐？你才是他姐姐呢！全家都是他姐姐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养猪的。乖，乖，妈，爹。
真的是头猪啊！他还攻击我，他一个劲儿往我身上泼给我恶心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基金经理吗？基金经理怎么了？基金经理也不能在家弄个猪乐园养个二师兄啊？基金经理这种收益高、压力大的新晋富豪，谁没点个怪癖啊？啊？怪癖个屁呀、啊！那画面惊悚着呢，那倒霉玩意儿抱个猪在地上滚，行为艺术都不带这么玩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不就是养头猪吗？ 绝对你别跟猪较劲儿，猪那玩意儿也不好养，它都能养猪了，以后养你不跟玩似的吗？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？夸你呢，夸你呢！算了啊，别呀，你就不能陪我多聊一会儿吗？有这么忙吗？哎，他特别忙。老婆，喂，阿七，阿七，松开。 干嘛？你放手！松开！叫什么？这是放手！放开！又不是你老婆！哎呀，你跟他来硬了，不行！宝贝，我爱你。<笑>今天我们用青春的名义宣誓。 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今年的百日誓师大会的一个特别的环节，每位同学都看到了，这儿有一个高台，它叫挑战。哪位想冲垫的同学呢？你可以自己踊跃的站上来。江南，只要你大声的喊出自己的目标，我可以保证你完全的走下来。 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是三年二班的陈乐云。半年前，我因为疾病，眼睛看不见了，我不得不开始过盲人的生活。我很害怕，也很不甘心，所以我要向我自己挑战。 我不会因为自己看不见这个世界，就让这个世界看不见我。我相信我的眼睛一定会好的。 不许行！哎，你今天在挑战台上的时候，下面有人让你跟我说点什么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说？你让本姑娘很没面子，你知道吗？极其尴尬，特别尴尬。我说了。你说什么了？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到。麦克风被关了。 真假的？嗯，那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是吧？走了。保重。江南，哎，江南。
菲菲，别说话，我得先想想，我是该流眼泪呢，还是该流口水？人生啊！ 真漂亮，哪个？你选哪个？你来了，昨天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，给你做的。 给你的，尝尝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不用怕，那狗啊怕人，见着人就躲。听说。 最近社区要清理了，是找了专门的人来抓流浪狗，怕传染病。什么专门的人呢？那就是狗肉馆子的人。狗子，小心一点啊，叫好，咱可以把这个网拉大点。 规矩，你决定。吃左边呢，咱们回家；我当单身狗就是了。你要是选右边，回头给菲菲腾个地儿。嗯。我操！猪！猪！谁呢？你才是猪！哎呦我去！哎，猪！老大是猪！去死！不认。 哎，真的是猪哎！你坐着干什么？不行，快追！
小电灯，哎，好巧啊，好巧啊，是我，帮我个忙，江湖救急，好吗？很快，来，快快快，拜托拜托，这彻底像我只猫，我从那边往这边赶，你抓住它啊！蹲下，蹲下。 过来，冰冰，过来，去你那边了。哎，哎，哎，过来，冰冰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边。哦，啊，抓到了！哎呀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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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喵喵，没事了啊。 哎呦，谢谢啊！你看，都可爱啊！来，你还怕呀？不怕。哦，嗨，行，那这猫算咱俩的啊，一人一半。走吧，咱们去吃东西去，好不好？走。 说插画必须得跟着情节走啊！没说插画必须得跟着情节走啊！大姐，你不跟情节，起码跟个题材走，对不对？铁血特工，你画的像个欧巴一样，几个意思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赶紧推点洞房吧。 又出现了，豪七，现在我们两个已经是合法的领证夫妻了。豪七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豪七，舔我一下。我们家豪七从来不舔男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臭呗。豪七，舔我一下。 这不也是为了孩子吗？上学方便。哎，好，那您跟大东约一下吧，这周咱们找个时间去看看房子，合适我们就签约。哎，你们说搬家就搬家，有人问过我怎么想的吗？这不也是为你上高中着想吗？上学能近点儿。我不自己早起吗？楠楠，不搬家你也帮不了乐云。 没事儿，养猫被挠两下很正常，你别这么紧张。
猫还会咬人呢，人还会咬人呢。不过英子，你这洁癖严重成这样，你怎么还养猫啊？受人之托。这人得跟你多大仇啊？一共是726。要不把你卖了吧？葫芦，你要是心里面也想跟你姐姐去美国，那你现在就跳下来。其实你心里面也不想跟你姐姐去美国，对吧？那咱就不去，咱们一起努力，打消你姐姐这个念头。OK。那我看，差不多。你心疼我也心疼，这我花钱买的。新房，来一切的新生活，哇，好帅好美，老婆累坏了吧？坐这么久飞机，完美完美。新婚，新房，哇靠，还新床。妈给你开个罐头啊。新娘子，你看看你爸啊。老公，老婆。这货是不是你上辈子老公投胎呀？你前男友被他咬死几个，藏哪儿了？啊，你说。哎，老公，你这怎么长得颗青春痘啊？啊？帮我挤一下吧。滚！说好的噩梦化身人间凶器呢？
那捧着呢。这他妈是只猫，是一只猫，怎么杀人？现在书里面写的那个男主角正在对抗他生命中最强的对手，最冷酷的幕后大 boss， 你画只猫给我干嘛呢？能杀？他没事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要是买鲜花什么的，一定要放在726够不到的地方，好多花都有毒的。你不是有洁癖的吗？艺术家都是这样的是吗？不是我的猫，快被折磨疯了。能不能帮我养几天？医生，我要打针。你打什么针啊？狂犬疫苗，最狂的那种。江南阿姨，他开门！别来烦我！你跟谁吼呢你？把门开开，听到没？起来！不然我走了。什么情况啊你？精神崩溃啊！你要搬家了。哦。你为什么要搬走啊？这不大人决定的事吗？你要搬走都不跟我说一声，你够意思吗？生气了？不是因为这个，我生气是现在连你也这么对我，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，有这么难吗？就不能把我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对待吗？你以为我想搬？小扎，你要加油！谢谢啊。你自己训练这不现实，真的。没事儿，小扎很聪明的。只是聪明是不够的。导盲犬培训淘汰率特别高，这真的是有原因的。这些动作他其实都能做啊，挺简单的，我试试嘛。那我们走了，小扎拜拜。走，小扎，拜拜。咱明天试试。小扎，好不好看？咱们穿试试好不好？知道你不愿意，但你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啊？你过来过来，我穿上了，不然没零食了。哎，那什么？哎，别咬别咬，小扎小扎。嗯，我们聊聊吧。小扎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是这事儿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帮帮我吧。小扎，小姐，小扎，江南同学，希望你命够大。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，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。你眨着大大的眼睛，哦，那么可爱，说话的手往我叫阿德，你有名字吗？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，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。小铃铛，我搬家了。你红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？你的猫能不能在你家多放几天？不，走直线，小扎，咱们走直线。那我给你起一个吧，看你这么脏，就叫煤球行不行啊？那我就当你同意了。哈喽啊，煤球。还
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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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葫芦，咱们得做两手准备。你呢，也得体验一下基层的猫的生活。什么是基层，知道吗？就是你得下基层，你才能清楚。现在，我就要把你变成基层。如果这种生活你也能适应，那你去美国我也就放心了。一直关着，开始有点抑郁了。小丁呢？哥们儿，你可别抑郁啊！他跟我说他去加班啊。夫妻之间最怕的就是藏着掖着。我就是受不了他爱那头猪比爱我多嘛。人家都为了你把猪送出去了，你还跟猪较劲。小乐乐，出门这么久有没有很香味啊？姐，爹，遇到这样我要停下来。遇到台阶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，知不知道？小佳，加油，走直线啊，走直线，绕过去了吗？机场慢都痛痛脑袋不够哦，我想这就是爱，明明这就是爱，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你还是没够。要不让小叮当回家吧，跟他一起生活我试试看。加油啊，快点，你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小佳，你太棒了。我中了，加油。小佳，我觉得煤球这个名字不好听，太土了。那天我看电视有个名字挺可爱的，旺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哇 ，Hello 啊，旺财。对手，好好的日子被一头猪搅和得乱七八糟的，我看我让你把它接回来就是个错误。辛苦了啊，小扎。大笨爹！哎呀，哎呀，长成大姑娘了。Angela 呢？你不是说带她一起来吗 ？Angela 最近兽性大发。你看看我这手。Holy shit！ 你怎么不给他剪指甲呢？别说脏话，谢的。这不是脏话，你是虐待安卓了。哎，辛苦了。Angela！Oh my god！ What happened？ 白凯。受够，真的，赶紧带走，真受不了了，太作了。不对啊，这安住的不是这样的呀。哎呀，那小屏幕你能看见什么？他平时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安住了。真的，赶紧带走。你们要不带走的话，那我可送人了啊。你送人吧，我可不想带回美国。Yes。姐姐不生气，
以后姐姐保护你，谁都不敢欺负你。这狗不是怕人吗？怎么现在开始敢抢东西了？我走走走走去看看。谁是？走，带路。是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是九爷了？这真是遇上地主了。谁让你来跟我一起洗的？讨厌！你确定他不会爬楼梯吗？他不会爬楼梯，我保证。那浴缸上台阶他怎么上去的？只能两三个台阶，这么长的楼梯他肯定不行。电梯钥匙给我。从现在开始呢，我要定个规矩，我在家电梯不准开，我不会下来，他也不准上去。你去告诉他。好像长大了呢。小心啊。这些都是你给他买的？嗯，谢谢啊。这东西有点多，你可得搬两趟。这些多少钱？我把钱给你。不用，不用跟我客气，我是给我那边买的，你那边顺便也享用了，回头对我那边好一点啊，别亏待他。我向你保证，对你那边一定比对我那边还好。说好了，妈，还在干嘛呢？可不可以走啊，小扎？江南把小扎，看我有没有车啊，小扎。训练成了导盲犬。台阶儿，好，上来了。怎么样，安全吗？刚刚，哎，我训练了小扎快两个月了，他这次真的可以了，你试试，你勇敢一点，真的。小扎他不是导盲犬，你为什么要逼他？我这不是为了你吗？谁要你为我这么做？我要导盲犬了吗？那我要是搬家了之后，谁天天送你上学呀？这不用你管。以后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，马上就要中考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就你那破成绩，还花两个月来训狗，花点时间干点正事儿吧，别回头考不上高中赖我。小扎，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没关系的。之前落了太多课，蒙的也还不太熟悉，不考了，不考怎么行啊？高中不上了，考了也考不上。儿子，你听妈妈说。你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
不会爬楼梯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把他送走好不好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小叮当，冲锋啊你！你伤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菲菲都让你回来住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这个时候你还想看动画片？你就不能懂点事吗？以后你也不用看了。我最难过的事儿是什么吗？九岁那年，你跟我妈离婚，离都离了，还合起伙瞒着我一年多。这件事儿，我最难过。你看，大人总是自作聪明。好吧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你去帮我弄个木子阳的签名回来，我就把安卓给你留下。木什么阳？
哈喽啊，我才知道旺财这个名也不咋地，所以我又给你想了个新名字，特霸气，叫总裁，英文名就叫 CEO。 哈喽啊，总裁。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是有点误会，今天我们好好聊一下好不好？我是真的很爱很爱你妈妈，是长久的那种，所以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再打扰我们之间的婚姻生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商量个事情啊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跟你妈妈就在卧室里面，你就乖乖的在客厅里面， We are family, OK?我们谁都不要打扰谁，和平共处好不好？嗯，那如果 OK 的话呢，你就舔我一下好不好？那就没法商量了。确实心力衰竭的症状，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你要知道，老年狗最常见的病症就是心脏病，这不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，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应该那么逗它的。旺财，煤球，你们谁呀？他们不是狗肉馆子的人啊。他们是我和艾医生特意请来帮忙抓巴顿的。他原来叫巴顿啊。嗯。那巴顿现在为什么这么怕人啊？我估摸着那逍遥肯定受过虐待，他身上有野马的。或者是目睹过特别恐怖的事情。也有可能。就是从狗肉馆子死里逃生出来的。那这狗也太聪明了，还能认门。他当然认识，巴顿的主人当初就是负责这个社区的邮递员，巴顿跟着他哪个门没去过。那后来呢？他主人呢？生病了，需要回老家。三年前他把巴顿寄养在这儿，结果就没再回来，人不在了。时间巴顿天天到，忽然有一天就不见了，几个月之后再出现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巴顿，慢点。
爸爸没拿到明星签名，真要把葫芦带走啊？那以后你还会给爸爸打电话吗？你真以为我是给猫打电话呢？你当我十岁啊？明明是你，你借着猫都不知道跟我怎么好好说话。是你不想跟我聊天儿。我每次跟你说都特别小心翼翼的，就怕再惹你。你是我爸，你不用跟我小心翼翼的。我生气了你不会哄啊？爸爸就是要哄女儿的，你不知道啊？早点回来。陈兰园，我可要走了，你都不下来送我一下的吗？不是，好歹朋友一场，你就真不送我了啊，陈乐园。今天跟菲菲约会了，赵乐，特别好，真的，我觉得他对我一定有好感的。但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我就撒谎了。他问我养没养宠物，我说没有，我不敢说实话，我怕他介意。你说如果有一天，他知道了。会原谅我吗？他会不会就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？那我是不是就得跟你彻底分开啊？哎，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你千万别给怪菲菲啊，听到没？啊？千万不可以怪菲菲啊。下次回来什么时候啊？陪我们都上大学了。我争取以后每个暑假都回来。以后可别忘了我们这帮老同学啊。哎，你们现在怎么都这么能吃辣？这是因为乐云喜欢吃辣。嗯，陈乐云的眼睛还能好吗？他是那个 Leber 遗传性视神经病，可能是治不好。萌萌，你要是怕辣的话，你就喝这个，这个解辣又养胃。谢谢。江南，阿姨想请你帮个忙。菲菲，菲菲，怎么了？我们错怪小叮当了。Thank you.
现在就去。哎，我要去跟他道歉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现在就不打扰人家休息吗？咱们明天吃完早饭再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现在去把他房间收拾收拾。好，好。小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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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吗？小张，小张，哦，小张，哎，小张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小张，啊？陈乐园。今天我要站上挑战台。疯了吧？江南他不是怕高吗？小张，你可千万别是个二把刀啊！帮我画的还挺帅的嘛。谁说那画的是你啊？你竟然连我工号都背下来了。又要出差啊？哦，不出差。我就是想给我那一半找一个更好的主人。就当是我送给我喜欢女孩的第一个礼物。其实，哎呦，别往那儿跑啊！哎，明明，往这边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，到我这儿来。哎，哎呦！哎呦，哎，不怕了啊，没事，咱们吃东西去。喵喵，再委屈你一下啊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委屈你一下啊，别动啊，哎，不要乱跑啊。其实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挺喜欢你。但是我不太敢说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，我就是想找一个由头。好了。哎。要不我先把猫放出来。
来了，给，吃饭。喂，什么？屠宰场来收猪，把小铃铛也带走了。什么？哎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喂。搞错了，都不让我进了！你看病，快进去！哎，停！里面没有活的，我去找他，我去找他。你向导，我要杀他！你别拦着我，你别拦着我。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太谢谢你了！我一看这猪的体格啊，就知道弄错了。是是是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你看他，你命大，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啊！要把他送回农家院吧。哎哎哎！行了行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呢。快点等等我，回家。我们回家了，小扎。你做的真棒，小扎，我忽然一下就想明白了，如果你都能接受自己又当一只导盲犬，我为什么不能接受自己是一个盲人呢？小扎，谢谢你。拉紧了，拉紧了，拉紧了，放心吧。拉紧了，拉紧了。我是不是可以了？我这个地方。小心啊！这陈乐云，我在想你。江南，你下来。我不下了，我借了800个大洋在绕了，你坐不下去干嘛呀？那你小心点啊！我要向你发出挑战。你说，从幼儿园开始，你就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。你知道做你好朋友我压力有多大吗？做一个学渣，我时刻都在衬托着你的光芒。我扛了这么多年，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了。这次中考我要爆发了，我要向你发出挑战。年级第一的陈乐园，不许跑，不要让我没有对手，听到没有？好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你要让这个世界看到你，所以千万千万别放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咬牙坚持就好了嘛。而且你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我们定个小目标，我要你跟我上同一所高中，上同一所大学，做一辈子好朋友。我永远永远当你的眼睛，但你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。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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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希望我们还可以上同一个高中，同一所大学。我希望我以后能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那我下去了，咱们下去说。江南。啊！我听明白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先下去了。江南。干嘛呀？你也要加油。OK OK。江南。你有完没完啊？上面很吓人的。对不起。你之前那么努力的训练小扎，我还对你说那些过分的话，对不起。你搬家的时候我也没去送你，是我太不够意思了，对不起。还有给我发了消息，我也没回。对不？我下来了。本姑娘看在你是个小屁孩份上，原谅你了，早就原谅你了。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，我会勇敢的。谢谢你，江南。耶、yeah, 哎呀，全都是你的口水啊，你看口水娃。嗯，老规矩忘了，妈化妆了不能舔啊，乖。哎呦，撒娇娇呢，妈妈要去上班了，好奇你乖乖在家等妈妈好不好。嗯，等我哦，乖。好七，要不这样吧，亲我吧，我没化妆，好吧？你今天下班早点回来，我最后一班机落地要9:30了。谁最爱我？好七，谁最爱我？谁在我？好听，你真棒，永远都不许忘，听到没有？谁最爱我？这是那些证件，请您把小动物拿出来。来，葫芦，爸爸再抱一抱啊！不怕啊！葫芦，马上就要跟姐姐去美国了，要听话，要乖啊！姐姐会疼你的啊！记着啊，过了安检你就不叫葫芦了，就叫
安着了，记得啊，记得啊。嗯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你去吧，等到了给你打电话。Angela， 跟姐姐回美国了。萌萌，这是你爸让我交给你，说进了机场再给你。什么呀？虽然不想失去葫芦，但是更害怕失去你。爸爸爱你。葫芦留下来，你闺女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吗？女儿，不用跟爸爸讲理的。你这不是挺会哄闺女的吗？听我说，你说那件让你最难过的事情。是我先跟你妈妈提出离婚，也是我跟他说不要告诉你，对不起。大笨爹，照顾好葫芦。回来了，宝贝。好去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慢点吧。准备肾上腺素0.3毫升。放心呢。你好，欢迎登机，这边请。你好。我这边已经开始登机了，但是可能会延误。老婆，好几好像不行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老婆，听医生的。
如果医生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你拿主意吧，老公。我得挂了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他现在非常痛苦，我们的建议是……还能撑多久？放心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那还没有起飞。来，躺一下，躺一下。妈妈在飞机上面，她可能赶不及过来看你，坚持了这么久，辛苦了。要不睡一会儿好吧？睡一会儿。
定想想办法，救救巴顿吧。最适合咱们下保卫圈的就是 A 区这个区域，适合咱们的隐蔽。所以重中之重就是把巴顿可能逃跑这个路线啊，把他堵死。明白了吗？我去跟居委会打招呼，让他们支持我们的行动。人还是不够啊。啊，这个没问题，我来搞定。阿德，这个到时候抓巴顿的时候，你应该能用得上。不过你要知道，你骗了他这一次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了。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养过宠物，以前总觉得养那玩意儿挺麻烦的，可是遇见巴顿之后，我才发现是我错了，根本就不是我照顾他，是他照顾我。我一个人在这儿，只有巴顿待见我，只要他能过得好，哪怕以后不理我也没事儿。狗狗肯定会原谅你的呀，我之前对小扎那么凶，他还是没生过我气啊。行动失败了，我小雅我不回来了。再等等，我感觉得到他在看着我，他一定会出现的。原来你叫巴顿啊，那天把你吓着了吧？他们真的不是坏人，我都丢了半天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 A 区八栋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我们过来了，走走走走走。我真的挺喜欢你的，也真的想给你当主人，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原谅我。阿顿，不跑了。
他们没想伤害你，巴顿，相信我。不好了，好吗？哈喽啊，巴顿。非常好，听我跟你说，跟我聊天聊会儿天儿。台里紧急任务，这个帮我照顾一下。妈呀你干嘛哦？大人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来 ，good， back up， back up， back up， 到。好吧，我来了，好亲。相信了我对你妈是真爱。OK。嘿，先别走，我给大家准备了惊喜，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开心快乐一整年。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，一片蔚蓝晴空，四季还有夏和冬，谁说只能做朋友？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，唱着同样的歌。当我真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，我也好想听你说，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上，不是今年怎么看我，让我牵着你的手，爱情都会有点紧张，都会有点彷徨，许多害羞的话还有一年慢慢的讲。
这样吗？啊，这太随意了吧？哥，你不够年轻，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的。哎，我过年的时候拍个新片，你给我整随意的吧。嗯，叔叔阿姨过年好，大年初一看酒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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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还记得上一次被保护的时候吗？你哭笑着说，也许这世界僵了，蜡烛熄灭。